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微笑天使雪花，还记得雪花吗？雪花是小徐从那个养鸡场老板那里救的，当时他养的肉狗养了很多，买回来的。当时买回来的时候，一身皮肤病，然后很瘦。你看现在，长胖了，皮肤病全好了，长得白白胖胖的。哎呀呀呀，小庄呀，小庄呀，好激进的呀，你不要撞人家。雪花也发情了，等解封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一定要把他们赶紧的带去做绝育。哎呀，哎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哎呀，老可好可爱呀、啊！那小尾巴摇的，看书拎的东西呢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对，叫。干啥呢，丫头？